江苏卫视推出商业真人秀，让诸位商业大佬像普通白领一样为了卖饮料拍广告这些的细节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吵得不可开交。而在最新一期节目中，王小飞所在的团队获胜。当大家到咖啡吧庆功时，一群童心未泯的成年人立刻跟孩子们玩成一片。于是记者就在看片会上问王小飞，录节目是不是激发了父爱。他说，我记得那天在咖啡吧，我跟小孩是坐在地上一起玩的，这档节目确实唤起了我的父爱。如今老婆大 S 怀孕成功，准爸爸爱男孩还是女孩？对此王小飞很干脆地做了选择，喜欢女孩。与他同一组的夏华立即补充道，他看小女孩的眼神都不一样，充满了爱。腾讯娱乐整理报道。